原标题：英央行发布金融稳定报告，硬脱欧比金融危机更可怕。海外网11月29日电，据路透社报道，当地时间周三28日下午，英国央行发布关于脱欧的金融稳定报告。英国央行警告，趁无序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冲击可能会比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大。英国央行表示。